好啦，爆炸亦都搞掂埋第八场香港一级赛香港固机记者打杯准备。我哋一开集嘅时候咁啊，前面快啲嘅马啦，见到呢个爆炸都喺前面都几快啊。咁外档咧都系走上嚟噶啦，土星噶。咁再跟右边拖拖第三位咧就有呢个牛精福星嚟噶。咁再有多少内栏第四位咧就系呢只大热门嘅爪王灵羽噶。咁再后边嘅马匹咧仲有就系呢个爆冷啦，就喺呢个外档嘅尾三位置红帽嗰只啊。咁内栏尾二就系喜德发。咁暂时包咗落尾嘅马匹咧就系呢个奋斗心噶。咁啱啱第一次过终点嘅时候啦，大家都预计得到啦，就系呢只土星咧都系不嬲放头噶啦，即系前面走噶。铁栏占先一，大约有两个身位噶。跟住咧第二位咧就系呢只爆炸嚟噶。咁再落后咧大约一个身位都喺外档嘅第三咧就系牛精福星啊。咁内栏第四位咧就系呢个位正啦，就系呢个爪王灵羽噶。咁再落后咧个半身位到啦，咁呢只爆冷咧就一于跟住嘅爪王灵羽嚟跑噶。咁暂时包咗落尾嘅一对马咧，咁外档啊奋斗心啦，内栏包尾嗰只咧就系呢个喜德发噶。咁开始跑对面直路过呢个千四米段处嘅时候啦，前面咧仲有呢个土星咧，咁由佢跑喎，咁呢个烈高力啊，咁一路顺住佢走，咁接嚟咗大约咧有三个身位到噶。咁再跟住喺后边嘅马匹咧，见到仲系呢个爆炸喺第二位噶。咁再落后三个身位啦，牛精福星喺第三啦。咁第四位咧依然都仲系呢个爪王灵羽噶。咁再落后咧大约个半身位到就系呢个爆冷咧喺呢个尾三位置，次序都冇变动喎。咁包咗落尾咧仍然都系嗰对马就系奋斗心同埋呢个喜德发噶，开始向住呢个香港体育院湾进发嘅时候啦。前面土星咧咁大约咧好轻松姿态放嚟咗，一日有三四个马位噶，跟住喺第二位就系呢个爆炸噶，咁再落后咧大约三个马位，见到爪王灵羽个内栏慢慢摄上嚟噶啦，中档嘅位置咧仲见到黄衫就系牛精福星噶，咁再后边搏住个第五位，仲有就系呢个爆冷噶，后多少个马匹先见到奋斗心啊，咁包尾咧打落去都冇嘅，就系呢个喜德发噶，转翻入直路嘅时候咧，前面都好似放得几慢下，土星咧接嚟咗大约三个身位，首先入嚟啊，爆炸喺呢个第二位，爪王灵羽嘣嘣声上嚟。第三啊，再出边咧仲有爆冷都跟住呢个爪王灵羽睇住你点跑噶啦，外边咧打落都冇乜滞，牛精复星啊，入到最后二百米路程啦，见到爪王灵羽斗紧呢个爆冷啊，埋边咧仲有呢个土星挨住，中间上嚟就系呢个爆炸，入到最后百零米，哇爆冷咧就哇过过，接嚟咗爪王灵羽三个身位赢紧呢样赛事，遮打杯咧得主都系呢个爆冷噶啦，第二名咧就系呢个爪王灵羽，第三系爆炸，第四名啊土星啊。咁结果赢起上嚟好轻松，一路跟住呢只爪王灵羽呢只爆冷，咁入到直路见到啊爪王灵羽嘅骑师道鹏只喐手，近能都仲未喐手啊，咁最后二百一松咧，一推落去就过啦，咁结果爆冷赢啦，第二名爪王灵羽，第三爆炸，第四名系土星啊。好啦，睇下啦，爆冷输赢，冇得跑点，佢今次赢到二千四成。哇！爪王灵羽都更都冇得更，呢隻都可以走返上嚟跑个第三啊！马达幸不辱命，拣正晒三隻，土星就只能够跑个第四啫。睇下呢隻爆冷拍住你，一路跟住隻爪王灵羽一截，冇困难啦，跟住话啊！冇难度喎，今次完全啊！